可以看镜头哦。1、2、3，耶！好，再一张哦。1、2、3，正在拍。正在拍。哎喂喂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好，六岁的我是玲玲，然后今天是我生日，那我们现在乖乖的吧。哇，双十一呢，两根的呢。之前也两根。哦，之前也两根，好了。预备开，等一下，妈妈，妈妈。我有我。预备开始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哦耶！生日快乐！哦耶！生日快乐！哦耶！生日快乐！好，那我现在要来。你还没许愿呢。许愿，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啊，对对对。最大的是谁弄的？这是妹妹。妹妹啊，开灯！啊，还是有开啊。我要吃那个乌鱼囊，我要吃。我要吃。妹妹哪边是你弄的？我这边用的。我吃好，那我这只小猫咪。好，那你吃小猫咪。那我要吃这个，也是抹茶最多。我要吃这个爱心。吃蛋糕。我要吃这个爱心。这样，我有在镜头里面吗？妈妈，我要吃爱心的，来点灰灰。这边，姐，我可以吃乌鸦手。我可以镜头拿出来。我可以吃乌鸦手啊，右手。那我吃乌鸦两口。姐姐先切。好，那我想要这个。跟吃鱼眼睛一样。不能吃。啊，还有生日礼物。我有生日礼物给姐姐。哦，好大一个哦！颁奖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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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刚才我要吃他的头，我是吃他的脚，我要吃他的脚。吃这个。吃他的脚。妈妈。好，是妈妈。那我画的，画的不好吃，还没有同意。可这样子用什么？喂喂喂喂喂。嗯，对。你的愿望是？世界和平。对对对对，你刚才是说这样。他自己跑进去了。就算这一本。看我下去。猫咪礼物怎么那么丰富啊？有一幅画不能让别人看。这样爸爸的礼物会不会太寒酸了？这个时候不能给观众看哦。哇！这是双十的。爸爸礼物太寒酸了。这还有哎，里面还有。哇！礼物中还有放礼物呢，为什么有弹珠？猫咪，我也想要礼物。我生日要送我什么礼物？亲亲啊！里面的东西有很多，加那个大白的，装的礼物了吧？等一下，那个，那幅画给我。什么东西？那幅画哎。这是爸爸送你的礼物啊。没有，这明明就是我，这也是我的，这也是我的，那个也是我的。哦。姐姐的啊，是啊，就生日礼物要怎么送呢？给你，哎，哦，送生日礼物啊！哇，好，这是个角落自动笔。等一下，箱子借我，箱子借我。角落自动笔。
谢谢。姐姐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大。姐姐，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哇，好大哦！我看一下。真捧场。哎，我要。本呢、欸？你终于有卡了，对，我终于有卡了。什么卡？一张卡，一张卡，哦，可爱可爱。是啊，你们过完生日是过完生日以后呢，随时可以要明年的生日礼物。但是明年生日的时候呢，已经给过你们礼物了，所以明年生日呢，我们可能就是去吃大餐、吃蛋糕就好了，知不知道？然后这生日礼物你们这一年以内随时都可以拿，随时都可以说要，好不好？那生日礼物有些东西是不会买给你们的，譬如Switch，是不能买给你们的。Switch 不要买 PS4。好。PS 不能买 PS5。好。Five 是二的意思，Five 是五。Five 是二是 two。不要给妈妈知道。你在说那么大声？我买 PS5 以后呢，就当做你们两个明年一起合买的生日，然后去买麦块给我。麦块，我姐羊毛。你要什么？剪羊毛啊！拿那个剪羊毛的机器剪毛啊！这样。只能等到过完生日，过完生日以后才能要下一个生日礼物，懂不懂？哎，懂不懂？明天，所以过完哎、欸，懂不懂？过完生日的，所以过完生日的明天才能那个奖。对对对对，像姐姐今天过完生日了，她明天开始就可以要她明年的生日礼物。但是她如果已经要了生日，我还没要过。啊，买 PS5。但是如果譬如说买了明年的生日礼物呢，要下一个、要下一个生日礼物要过完生日以后才能拿，才能说她要下一个生日礼物啊，懂不懂？PS5 这样生日礼物是拿你们零用钱买的哦。零用钱是来买生日礼物、圣诞礼物，还有什么？爸爸生日礼物？没有，没有爸爸生日礼物。没有，爸爸生日礼物。来比三，刚才三个，最后一个。啊，毕业好。爸爸生日礼物，爸爸生日礼物。你们小的钱都在爸爸赚的，只要爸爸开心，你们才会有礼物。所以你们的零用钱要来买什么？要来买我们生日礼物，还有圣诞礼物，还有生日礼物。哎，你好棒，嗯。还有卫生纸。好 ，Andy。还要买小黑字。Andy。小黑字也生日礼物。Andy。小黑字儿童节的礼物。我是零零号，那我们今天要换的是《鬼灭之刃》，V 龙，找 V 级龙，还是？不是这样，我大概这么大就好。那我先从底部开始画起，先画他的鞋。啊、哦，我还以为飞起来惨了，结果没有。他这衣服上，他鬼杀队自己的袖子。哇哇哇！漂亮漂亮！哇、哦，可爱呢！好，你慢慢用。这是什么？他们还好了。再来，我要做装饰。要搬我哦耶完成了虽然不想接点点点点点点